啊。一般就放在手上，然后那个。这就是小风扇了、啊。我也不知道它做的好不好，但我知道这个现在有人买。很多是来烤肉生火。生火，真的生火是一定很快，一定很快。但是生火不是刚需，那个不确定，那个这个吹雪才是刚需。就我会说，你去那个瑞典吹雪的话就很合理，就因为吹雪是刚需，因为你车子要开嘛，你要把车子过一辆雪吹走。它太吵了，然后谁会想买？应该是啊，开始开会。下一个是李代沫。六点嘞、欸，真的，真的是啊，是啊，很有名一个歌手，他劣迹艺人，对，吸毒劣迹艺人。没有啊，就人家唱歌唱得很好啊，唱到去吸毒。不是，就是他是很有实力的。我可以把他复出，用跟艺名让他复出。我觉得他是中国人，那我们怎么联络他？想办法哦，看塞谁复谁。那是陈轩提案的吗？对，我提的，我打的，黄晨轩教我打的。对，是小琪提的，因为那天只是我在听李代沫的歌，觉得这个人唱功太好了。就是他是曾经很知名的歌手，但是后来因为吸毒就被打压了。做一首火星主题曲应该是，就那个劣迹也会被封杀。对、啊，所以他已经被封杀，被封杀，所以价码被封杀，所以现在一定很便宜。我们要逢低进场，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接接首场之类的实体演出之类的。但是重点是他的唱歌的实力不容置疑，就他绝对是非常非常会唱歌的。那合作是要怎样？要帮我们卖筋膜枪，还是我们可以找他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就可以收一堆门票钱。他是在中国被封杀，在中国台湾他应该没有被封杀、啊。你找他来一定卖得掉票啊，怎么卖不掉票、啊？不是这个卖票一定卖得出去，怎么可能卖不出去？这么会唱歌的歌手，怎么可能会没有人买他的票？塞负责人不是吗？好啊，那就是要能够中国通啊，那个杰克森。是呀，为什么我跟中国人？我以为杰克森很常跑中国，我们小时候在上海长大，去过很多地方。以后是不是要提案的至少要前三个或怎样？我觉得前五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然他就自己提案，然后第五十个被筛，这样也不太公平。我说前五个，我觉得没有，那就来黄晨轩吧。没有，应该 Tony 真的很熟中国。前五还没到。四点，完了完了，好，不然我先甩我好了，反正我甩了没有就也就跟我无关了。两点，你看，我不擅长小齐啊，小齐才是真的提案人。一点呢、啊，他不懂啊，要熟中国的这个还是很困难。有谁在中国工作过？只有Tony。没有。没有，这是省电模式吗？没有，我在想要塞谁啊？有没有塞完了？庄柏勋，三点了，你看不行。简雅佩啦，简雅佩在中国那么多势力，他在中国超多人脉的。哦，六点，你看。哦，果然有、哎、中国的，真正的中国通，原来是简雅佩。对，那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浪费简雅佩时间，不要问。我们找李代沫合作是希望把他签成我们旗下艺人。好，那你就我旗下艺人。六点啊，你看。啊，不是啊，他现在这么便宜，你把他签约，你又不用付多少钱。就要来台湾发展，先把他假结婚。火星城大平民给他住，给他驻唱啊，先把他。办工作签，办不了再黄晨轩可以办假结婚这样子，对，黄晨轩跟他同性恋假结婚，对，看我们下一个什么事情？执行的方式，执行要遇到这个困难的。什么？你说要那个收编我们旗下艺人要怎么执行？对啊，签约、啊，还有签约而已啊，找律师要合约，然后想办法把他签下来啊。没有，就是找律师申合约，然后找他签而已啊，这不是两步骤，非常容易吗？好，筛一下，筛一下。所以是找律师签而已。五点完了，这个七差一点。我刚刚说找律师签的没有用，重点是要人过得来啊，要签证，对，还要加签证，合约、签名、签证要三个齐备，就要帮他搞签证。一点了，合约签名。
还是我们帮他在新加坡弄比较方便，因为新加坡比较欢迎。我现在不用钱，不用越级，就是因为对他来台湾太麻烦，他来台湾就是直接弄到新加坡，嗯、就是新加坡公司的旗下。如果他没有戒毒的话，他就不管嘛。三点，世界巡演，我们帮他搞世界巡演。先确定是不是在台湾？对啊，所以我说世界巡演就不用在台湾。一点被打爆，还是中国？帮他在中国复，帮他在中国复，不行，但是中国把他，中国已经发，已经封杀他了。不然去美国，把他带去美国。美国是个吸毒开放的国。他们现在真的带、啊、他去美国，美国人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吸毒就要被关起来？带他去美国。三点不行，还有什么？瑞典那个什么吹雪机，跟吹雪机都被吹雪机带的去瑞典。一点日本了，六哦，原来要日本了。雅佩也懂日文，啊，叫他学唱日文歌，然后去日本。还是要去当那什么 VTuber？ 没有，我觉得他去日本付出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日本其实是个很喜欢这些艺人，然后根深的故事。就日本最喜欢说啊，这个人曾经怎样怎样，然后现在哇，就是这种故事在日本比较好贩售，所以我们是要签下来，然后带他去日本发展。好，调动了人力，调动能力不是就亚配一人就够了吗？两点完了，亚配人不够，要谁跟亚配？杰克森跟亚配两人。三点，可能还要再加杰克森瑞庄博士，可能要三个人。庄博士，杰克森亚佩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被绑进去了，我就不能这样乱绑。不然我们先还要几个人啊？那个两人，两人两点啊？你看三人，三人三点，看没有跳出来了，直接六人了、啊，六人六点，没有六人三点啊，三人，三人三点啊，对啊，四人。三点，五人，六点，所以是五个人，这个太多了，需要五人合力。那就什么亚佩是需要的嘛？杰克森没有不行啊，我刚刚只有三高国辉，没有你应该要各自塞，没有你应该各自，你应该要把高点的摆进去。你说塞，把你上次去日本的，你要把高点的摆进去。我们从现在开始塞，他后来不是没要塞到五六点，现在不知道塞多。还是用组合来，对，组合比较容易啦。那你组合，你想组合这样凑来凑去就跟没有啊，就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是你在过程中一次六点就结束了。对啊，比如亚佩、高国威、易廷、杰克森跟王思翰，然后三点，王晨轩、亚佩、王思翰、汪永琪。庄博勋，好啊，那你来甩啊，你是我的班主。黄晨轩、亚佩、王思翰，还有谁？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还有谁的？王永琪，再讲一次。王晨轩、亚佩、王永琪、庄博勋、王思翰。好，是的啊，你看你这题不行。那你甩金亚佩自己找五个人呢、啊？好啊，金亚佩自己找五个人。偷懒法五点。哎、欸，蛮不错。哎、欸，其实是简雅佩找四人才对，简雅佩找四人。Sorry， 简雅佩自己找四个。五点啊，我觉得雅佩、高国威，好，我听。雅佩、高国威、Tony， 易廷，易廷，然后还有轩越，好不好？轩越，对。五点，你看我这个就比较高。没有，我是说就是中日通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肯定是多了我、啊，我没去过。高国威不懂，我没去过日本啊，所以刚刚的那些亚佩、轩越、Tony、易廷这四个都是中日通，还有谁？那我们要再找一个中日通的。没有，我们讲刚已经被验证了，好不好？我讲老上拿摄影的，可以说一张，我要摄影的，等一下，可以说一张。大概哦，两点啦、啊！哎呀，赖声葵啊！好，赖声葵，今天五零的赖声葵、亚佩、易廷，然后那个 Tony 跟轩越嘛，六点，然后果然是需要赖声葵，今天五赖声葵。赖声葵现在不在中国，他一定会赚。赖声葵，哎，赖声葵就可以直接在中国帮我们找。对啊，会找李代沫合作啊，对上对，他消耗成本。
所以应该是要给李代沫多少钱，然后跟花在其他地方可以花多少錢。好，那给李代沫，我们就什么一个月20000人民币。没关系，你就好啊。多少？6点。哇，我的手感这么好。那其实20000人民币是很便宜的，如果以他的当年当红的那个实力，那一宿就20000了。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20000也是够高的，因为他现在可能就是10000不到之类的。就如果说你要愿意签约，说一个月只领20000人民币，跟我们签个2年约之类的，所以应该决定的是要签几年或签多长，那就2年好了。5点，3年，5点，1年。2点，1年太短了，不然5年好了。5点，看，10年，6，哇靠，可能这样就会我们会暴赚，签了一个李代沫，10年那就46岁，只要付他一直2万2万，这个太便宜了。在日本付出，这个太便宜了，好强哦，这个超便宜，如果是10年的话，超便宜。好，没有问题，目标是合作，实现。哦，实现一个月，哦，一个月，一个月吗？这会不会太赶了？3个月，我觉得现在有完成度，太可能卖出去哇。没有，我觉得这个6个月能签下已经很厉害了。哪6个月？4点。10个月。10个月。4点。1年。好，还是1个月好了，尊重林恩阳的意见。1个月。2点，你看这太难了啦。1年呢？1年。3点，还有什么？9个月。2年。好，不然到那个什么，明年底之前。2025年底之前，4点，10年的约啊，你本来就要一些前面沟通什么的。两倍接了一个1年多的任务。好，今年底5点 ，Q1 不好，没有，我觉得我要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司什么时候会是资金最多的时候 ，IPO 的上柜的时候。你说我们上柜首次上柜版，上创柜版之后。啊，对，上创业板之后就是一个至少是比较可以跟他说我们是那个代码多少的公司。对对对对，好，上柜。上柜创柜板的叫什么？创柜板以后2点，不好，还有什么？上柜以后，新柜以后呢？新柜以前，你应该要新柜以前，新柜以前。6，好，新柜以前，对，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新柜，他就亚佩就可以一直偷懒。但如果我们那个马上要新柜，他就要积极去找。